旺角西湖上车盘 Elise Park 的示范单位。啊，有个 video。睇完个片就睇楼341尺，其实几好用，一入嚟冇玄关，然后 open 啲出，厕所又出，一个大露台，几个露台啊，又用托门，一个长厅，然后再行前啲就系厨房啦，啊，厨房好靓仔。咁基本上可以喺呢度間到門變成緊處咯。咁同埋佢用黑色下面玻璃都幾正。然後就一個 L 型嘅廚台，基本上好細嘅煮飯空間咯。個深度都夠嘅。呢個擺個電飯煲，插座唔夠，上面就有條微料架嗰啲。OK。呢个抽油烟机，呢边就系大门咯，然后用电子门锁。浴室就好靓仔啦，同埋佢有窗嘅，佢啲 equipment 好细个，好纤巧，新时代纤巧啲，层架都够多嘅，我中意个设计师嘅衬色。咁呢度系另一间睡房。有个窗啦，呢个侧窗，然后啲窗就系呢个大玻璃，然后呢个就衣柜位。佢有几个概念图俾你参考嘅，帮你谂埋个设计都 OK。我自己会 prefer 呢只设计，如果我自己住，上面瞓一下面做咁空间，但系要爬梯咯，瞓觉爬梯同瞓前运动。呢边就主人房。樓底就3.3米，相當高，因為佢近馬路，佢玻璃都係中玻璃嚟嘅，隔音啲同埋保暖啲。個設計師嘅 taste 都幾好嘅，襯色幾靚。呢件就243尺，係一房，佢拆咗門牆。呢個入門啦，鞋櫃位。哇！佢斜擺嘅都幾好，然後擺鎖匙，然後有個插電，呢個都可以掛鎖匙，應該係電箱嚟嘅。呢邊就佢浴室，浴室就好鬼細，但真係好精緻，唔企到一個人咧，真係好鬼細。啊！喺城市生活要減肥。呢個長型嘅廳。眼前系就一个托门嘅露台啦，然后个位置都设置得几奇丽，然后上面就一个 loft， 可以感受到成个空间。呢个就是长型嘅客饭厅，同埋楼底又相当高。然后呢度就厨房啦，厨房就一字型，基本上冇乜特别好讲。饭台嗰啲啊。最特色就是它用櫃間牆，那這些東西就可以動的，那你想在床上看電視那都 perfect 的。然後就一個遊客櫃，它收納可以多少，正常會整個洞洞給你伸隻腳下去。然後就有一個玻璃櫃，我覺得整個設計挺漂亮的。這個就是 lift lobby，最高就咁样系25楼，都系咁样拍卡咁样上去嘅。23楼同埋25楼系特色楼层，就4米高嘅。有冇必要买到嘅特色楼层就两睇啦，第一睇下你自己呢边够唔够。呢度就做咗一个 model 俾你，即系张床咧就应该系嗰边上，嗰边上，然后呢度就瞓觉。有入门口啦，然后一个厨房，然后一个客厅，一个饭厅。哇，你睇，一个茶几，一张凳，其实几舒服。然后呢度有另一张房，几靓。呢个就系会所嘅其中一部分。
呢、這个就专攻啦。